我过来先干这几个。我八个没有，最后一个。我八。看人要买机啊，五个无？两百五吧。250块好了，对啊。最后这两买机啊，五上面也没有了。机啊，五。这样好啊。谢谢啊，那个大哥，乖。你搞个什么机啊？搞了这几个还拉拉呀？你搞一路啊？搞个什么机啊？不？来，来，你帮我收起。要啥物鱼啊？你讲，要鸡仔鱼无？还是要鳌鱼？要石斑？还是要加州龙？那边我吹一杯啊！你，是不是石斑？那边龙虾斑无啦，今仔珍珠斑尔。那搞你干嘛报表？你那边做我表，一千块出你盘。啊，这样这样这样。无啊，迄个怪多，迄个你要轻松咧。你几块搁卖过那边？好，好咧，你要轻松用啊。你看你啊，你要上火车，你要上火车。啊，这边贵，我好做，你要换你老。来，过来，要吃啥物？什么？过来要啥无？上班族。我醉了，啥都无。哎，你往那边吃。来，好来，你这边冒无？七十几块。你是血管肉冒啊？你叫冒啊？血管肉啊？我先冒一下，你搞个台式咸酥鸡要吃啥？对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！哦，美女，谢谢你们，来，来谢馆了。因为啥物？一早晚，哎，也对了，是。哦，我这样一斤花价，恁绝对要啊。恁到后尾食佛跳墙来无？佛跳墙剩一寡了，到后尾佛跳墙，想要食我先叫了，我到后尾佛跳墙。来，阿叻，我卖一包，一包叫谢馆了。即当然你炒菜哦，炒菜啦吼，也是讲你过年啊要扛鸡啊，拢做好用的。爱食卖吼，你开1800，先加钱的人加300好我了。来300啊！300块来要食嘛，血管的。300。哦，即当然你甲开一块鸡，炒一块菜拢食好食。300来要来无？300。不过迄个扛鸡啊，好好食。拢在卖鸡腿哦，你。来，迄个企业请你个300鸡腿过来，我先卖你。我先来卖鸡腿哦，你拿好无？我鸡腿拢我卖过，这300人要吃无？300。300啊。有人要吃这个无？300块。来，老妹，我爱讲话，只好你啦，只好你啦。你记着未吼？来，赶紧迄个礼物讲三百无，再给你，再给你。300人要来无？一包过来哦。一包给你啊，一包给你啊。来，300块，三百吃，300。300啊。300，咱要吃无？300块嘞。300。一包过来，一包过来。你刚才过年过节，你用这个好啊？一包过来。300。一包过来。来，2、4、6、8，十个人给落300来。300啊。血管肉300块。是啊。为了咩嘛？300块。注意听哦，我这是大箱的了。来，先给几个人给，这样我慢慢来。这是大箱的了。几啊个啦？几啊个啦？几啊个哩？几啊个哩？全部十个价钱，唔免500，你去全联看这几啊块钱，300咯。300啊！毛病，我用我用300，300够要吃无？300块血管咯。还有人要血管咯，买300。300。有啊，好，来。大概1分啊？300。我吃一包就好啊。这个几分了？300啊！我这对啊，你吃你个不会吃。够哪样嘛？300块。300。叫我来办。无我收起来哦。300。300。来。过来，要买啥物？啊？搁有点啥？草莓，草莓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几个草莓？我给一千。草莓上面几个？1500了。来，签啊，谁啊？我草莓不要别做最新哦。啊，你看老妹讲白的，白的嘛剩青花了，白虾剩一箱多。无啊啦。我来请教一下，你有哪要食鳕鱼、鲑鱼，还佮土托鱼这三道哪要？鳕鱼、鲑鱼、土托鱼这有哪要无？我来炒下生安尼六皮的，这上水的，马来西亚的哦，这不是越南的哦，这当个你佮炸，吼、哦，用炒用烘的，有够甜的。来，我来讲哦，鳕鱼啥物啊？来吃。要吃来1500了，我问你。来吃啊！这马来西亚六皮早时啊1000啊，我来讲啊，最后一千啊，今日3000啊，拢无啊。
一千块，上面一千块。一千啊，是这样。有人要吃马来西亚六皮炒虾无？应该讲一个品质。一千啊，这个品质你唔买，你不要想。只要过年啦，我来讲啊，三个加几多啦，一千来啦。哪只啊？拢啊，大年啦。只要搁送你啦，吃欢喜啦。一千啊，没有了啦。最后一只啊，一千也无啊。一千啊。不来讲啊，这个嘛无一千啊，这个剩四百俩，上面。四百，四百，四百，最后这两万。这样好啊，四百啊。我先卖一个鸡腿给恁啦。你今日我这无买鸡腿无来，未来啊，这支鸡腿要求好食啦，无甲你偷食啊，这熟个啊。这拢免个煮啊，爱食卖五百四百拢免啊。这等下我补烤箱用我烧拢会使啊，三百块了。哎，三百啊。有人要食无？三百块。哎，三百。三百块。牛二两诶，三百块两。我烧两只啊。一支哦哩，两支哦哩，三支哦哩，四支哦哩，五支哦哩，六支哦哩。我来讲七支一个人对面拢免煮，等过好烧三百。哎，一个啊。三百。阿姐，姐啊。阿姐啊。头前搁一个，我来讲。阿姐啊。姐啊，你的中财产拢我收，我给一支哦哩。今日你的中财产拢我给两支哦哩，今日你的中财产全部归我，我一支够哩，三百嘞。太傻了，两支啊！到时候三支鸡腿就赚着啊，来三百嘞，鸡腿就买好了。三百，三百，我这是啊。三百二要吃吗？开这个贵耶。我两百了。这个鸡腿全熟了，好了。三包。对对，阿叔，我用日期哦，你看，每一包都在这里。2024年1月4日刚刚做出来的，都在这里啊。那我你看一下，2024年1月4日在这里，制造有效肉，只要外公麻烦，跟两个人给你三包。哎，三包。这个给你吃好嘛，那免煮。你整个好好修炼，再吃三包。这个够你三包了。哎，三包啊。还有人要吃吗？啊，无安尼，你无买买，你试食看卖，百块了。哎，百五啊。有些人要吃，那免煮，真吃百块了。百五啊。吃看看，很好吃，真心。百块。八五，八五，业绩差这样，无我嘛不好啊。真的啊，业绩第二啊，第四点外钟，今日抽两条红的花莲啊，做咧都无我啊。阿雷哦，来，你来收着，给边啊人。来个，阿伯你要吃啥？我后边一百红以上，你要吃啥？你跟我讲，你喜欢吃什么？鲑鱼啊，鲑鱼哥哥。鲑鱼哥哥。你要贵箱，你要几箱？几箱？你无像老人啊，你老像老人。我刚买，那是一单，那天天买无去。你上面吃鲑鱼的拢无啊？我今日鲑鱼卖到五千，我今日要吃鲑鱼一个价的话，一千啦。来，钱啦！钱啦！鲑鱼上面吃一千，有人要吃鲑鱼的话，一千。大哥，你要吃多少？一千块了。这大家拢智力杯哦。智力杯哦，一千块谁要吃的？我这条够你，这条够你，一千块上面就一千了，一千有哪个吃哦？我这条够你了，卖你要贵点，这条够你啊，一千啦，啊无安尼啦，先给钱，这条够你啊，一千来啊，一千啦，一千有哪个吃无啦？一千有人要吃吗？一千，拢有啊。来，今仔日先给钱的人给这条过来，一千块了。来，签了，一个啊。报对过，千块都给你送的啊。来，签了，来，签了，来，多少等一下？够一千啊，一千够一个。六条你啊，一千啊，够一个啦。来，签了。超级票，记下没有？最后够一个一千啊。多余啊。这一条你有了，收钱好啊。哎呀，一条够了，一条够了，到嘞，一条够了，一千。啊，记下。最后一个只有无啊，最后一个一千。一千块要吃鲑鱼的无？一千块。来套钱啊！套钱。啊，这你搞咩啊？无伊个。伊咩啊？对，那个一个咩啊？那个一千块。来，最后一个五百无啊？五百块，小家庭啊。鲑鱼要刷五百。对啊，对啊，钱啊。来，够无？够不来哦。够来咩啊？后面我搁开了。够开了，够开了，够开了，够开了。这个钱我来咩来无？我来平搞，你搞我平搞。最后一箱啊！哎，五包。我又要收掉，五包够多少来无？来，最后一箱嘛。来，这样五包钱。谢谢，等我你备一千块嘛。你蛮早了嘛，我去订购你一千块嘛，去订购。当然啦。订购你，去订购你。一千啊。没有没有，真正无啊，真正收啦，八千啊，无啊。干老吃袂了，要五包，再来啊，五包。五包啊。那个拿去千万啦，五包。五包。有啊。五包。鳕鱼干老要吃鳕鱼。五包边啊。好，你带我去。鳕鱼是话的没？鳕鱼啊。你讲哪要吃土腿鱼？土腿。
高度有哪要吃的无？这是我来讲，这铁板烧鳕鱼，这当用煎的哦。放五百，放四百，要捞新价钱哦，三百啦。三包。三百，我稍微吃来三百。三包啊。有哪要吃这个比目鱼，这个铁板烧鳕鱼的无？三百。这含几位说的用煎的有多好吃啊？三百好了。三百啊。有哪要无？三百。三百。谁啊？三百，有哪要吃的无？三百。来啊！一二三四六个，好啦，再过你啦，三百块来啦。三百。起来啊！再过你啊，三百块。三百。有人要来无？三百啊！来啊！来超级钱啊！再来啊！哦，北部啊，再过来啊！再过来啊！我还讲话，今日加价三百啊，加两包加价啊，今天两斤块啊，再过来啊，三百块钱来啊！最后搁一个啊，钱来啊！三百，变功夫啊！三百啊！再过你啊！再过来，这一开始有卖吗？一份。来一个啊，两个啊。来。最后可能会沙发，最后可能会沙发，上面几个沙发？三百啊！来嘞，那个上面韩式炸鸡，我还讲两个人给你买袂袂到去吃，沙发咯。沙发啊！沙发够咩啊？我沙发。沙发。有啊，这上面。来吃，要吃。上。来，别阿拉别鳕鱼。别接手边的，你阿个接上。这边接上。来，手下边的，阿做着手边，手下边的，阿接你啊。边啊边啊边啊！走啊，边啊！几号？几号？几号？最后搁一个沙发无？来啊，最后一个沙发。啥物规定？对啦。这规定你叫我问你是几几斤啊？规定你别讲问我上课上我咧看。来啊，掏钱啊！有人看，伊还讲你问规定。那你们讲规定，那个鲑鱼鳝鱼，还有你讲规定，恁遐迄个物件要规定，我问个上我咧看。对不对？我知影啦，买你等一下啦。